昨天的苏迪曼杯八强淘汰赛对上来势汹汹的印尼，大马队上演青春风暴，以3-2爆冷取胜。东京奥运铜牌谢定锋及苏伟毅打头阵取得开门红，以21-12、21-15打败印尼世界第一男双小黄人。女单方面，大马派出冬运冠军吉苏娜对阵印尼格雷戈利亚，吉苏娜以20-22、21-18、19-21惜败，无缘拿下第二分。接着是全英赛男单冠军李子嘉对垒印尼队安东尼，这位大马羽队新一哥以21-11、21-16漂亮赢下比赛。女双赛，大马陈康乐及蒂娜苦战90分钟，仍以3局不敌印尼奥运冠军格雷茜雅及阿布利亚尼。大马两度领先，被印尼追平2-2后，混双赛就成了关键战役。大马许邦荣与谢怡倩对上印尼前全英赛冠军博拉温与梅拉蒂，两人顶住压力，以21-19、9-21、21-16高奏凯歌。赛后，大马队在场内是兴奋地拥抱在一起，全场气氛沸腾。大马勇挫印尼，阔别12年再度晋级半决赛。无论如何，要想闯入苏迪曼杯决赛，还得在今天击败日本队。